你好，又到了 Costco 每周特价时间，可能是进入春假，人们已经外出旅游， Costco 内的人并不多，特价也有点青黄不接。小包装的烟熏三文鱼却难得的特价了，奶油蜂蜜价格也逐渐回落，新品不少，也有一些日用品清仓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周 Richmond 店都有哪些特价新品清仓价。具有奶油质地的乳状蜂蜜，通过一种精细的工艺制备，色泽乳白，状如奶酪，散发天然蜂蜜醇香，是100%纯蜂蜜。这一瓶2公斤，原价19.99元，减4元后，现价15.99元，价格已经逐渐回落。按个人分量包装的烟熏三文鱼，保留了鱼肉的鲜美口感和独特风味，开封即食。最大的好处是没有吃不完的担忧。这一盒10份，每份75克，原价32.79元，减7元后，现价25.79元。以100%全麦制成的三明治面包，富含纤维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低脂肪，符合健康饮食的要求。这一组3袋，原价7.99元，减2元后，现价5.99元。带咖啡酒味的提拉米苏，以手指饼干取代传统甜点的海绵蛋糕，加入咖啡、可可粉等其他材料，吃到嘴里香滑甜腻，是不少人喜欢的意大利甜点。这一盒好大呀，每盒减4元，折扣达25%了。添加了牛奶成分的乐天碳酸饮料，融合了清爽的碳酸气泡和柔和的牛奶风味，有一种清新奶香浓郁的滋味，成为碳酸饮料的别样享受。这一组24罐，原价15.99元，减3.5元后，现价12.49元。韩国风味的泡菜火锅乌冬，以酸辣的泡菜调味，加入了各种香料蔬菜，味道浓郁鲜美。乌冬面本身口感弹牙，吸收了汤汁的味道，增添了整体的层次感。原价15.99元，减3.5元后，现价12.49元。口感细腻的光滑花生酱，采用干烤花生制成，有坚果香味和奶油质感，适合用于酱汁、腌料、冰沙、饼干和其他糕点。这一瓶2公斤，原价10.39元，减2.2元后，现价8.19元。切成片状的有机草莓片，在任何时候都能品尝到新鲜的水果滋味，因为是单独速冻，它们不会粘连在一起。阿根廷产品，这一袋2公斤，原价14.99元，减3元后，现价11.99元。搭配辣酱的芝麻虾，由虾肉和面包制成，并撒上了芝麻，然后炸至金黄酥脆，适合作为下午茶点或派对小食。原价17.99元，减4元后，现价13.99元。带着春天气息的星巴克咖啡豆，100%阿拉比卡咖啡豆，中度烘焙，有牛奶巧克力与甜菊香味。这一袋1.13公斤，原价26.99元，减6元后，现价20.99元。经典美式家庭菜肴的鸡肉馅饼，里面是鸡肉块、蔬菜、奶油酱汁，外层则是金黄酥脆的酥皮，只需放入烤箱或者微波炉加热即可。这一盒8个，原价18.99元，减10元后，现价14.99元。起源于1830年的格雷伯爵茶，以红茶为茶基，用柑橘类水果、意大利香柠檬外皮提取油调味而成，具有特殊香气口味。这一盒144袋，原价12.49元，减2.5元后，现价9.99元。为咖啡增添顺滑的咖啡伴侣，作为奶油的咖啡强化剂，不含乳糖，不含胆固醇。这一罐1.9公斤，
原价12.99元，减3元后，现价9.99元。有160多年历史的辣酱油，独特之处在于其老化过程，它是在地窖中的不同慢慢发酵而成，味道酸甜微辣。西方广泛用于牛肉等菜肴的制作，华人喜欢蘸猪扒、牛肉球。这一瓶568毫升，原价6.29元，减2元后，现价4.29元。英式传统风味为基础的炸鳕鱼片，外层裹上了酥脆的面糊，炸至金黄酥脆，内部鱼肉鲜嫩多汁，可以搭配薯条、沙拉。这一盒2公斤，原价27.99元，减6元后，现价21.99元。复活节限定的美味小零食，有牛奶巧克力包裹着彩色的糖衣，蛋状的外观鲜艳多彩，糖衣的甜美与牛奶巧克力的浓郁相得益彰，是孩子们喜欢的小零食。这一袋 1.1 公斤，原价14.99元，减3.5元后，现价11.49元。难得的达到680只沙的床上用品，也就是说数字越大，植物的沙越细，这样的面料更柔软，还有丝瓣的光泽。这是 Queen Size 的，里面有一张床单、一个床笠和4个枕套，现在卖99.99元。比普通毛巾大的海滩巾，轻松地覆盖在椅子、沙滩上，它的吸水性较好，可以在海滩上保持干燥，提供舒适的场所。长宽分别为86.36厘米、162.56厘米，现在卖9.99元。实现快速干燥、精准造型的戴森吹风机，拥有强大的风力和精确的温度控制，配备的多种不同的吹风嘴，满足不同发型需求。配套的展示架能够稳固地支撑吹风机，同时为家居增添时尚感、现代感。价格当然不菲，现在卖579.99元。实现食材精细标准切割的工具，采用超锋利的不锈钢刀片，具有切片、骤切、细切丝、厚切丝4种切割选项，精密厚度调节器，轻松地切割各种蔬菜水果，能快速地完成食材准备工作，现在卖24.99元。可供四人用餐的陶瓷餐具，在白色的主体上采用浮雕悬珠设计，为优雅的白色增添一抹精致。这一套有4个餐盘、4个沙拉盘、4个汤碗、4个水果盘，可用于微波炉、洗碗机。原价39.99元，减8元后，现价31.99元。全面保护家庭气体安全的报警器，可以直接插入家庭的插座中，一旦检测到一氧化碳、天然气、可燃气体泄漏，便会发出响亮的警报，提醒家庭成员采取安全措施。原价64.99元，减15元后，现价49.99元。适用于各种抽屉大小的收纳插件，具有多个分割格和隔板，可以将抽屉内的空间有效地分割成多个小方格，方便分类存放各种物品。这一组10件，清仓价12.97元。配备了智能 LED 灯泡和连接功能的室外壁灯，上下灯设计可以有效照亮墙面，并营造出舒适的灯光氛围。通过连接到智能手机应用程序，可以方便地调节灯光的亮度、色温。原价49.99元，减10元后，现价39.99元。圆头露趾的女士拖鞋，鞋底配有舒适的缓冲层，室内外都可使用。前2周才推出的，现在就清仓了，清仓价9.97元。结合了手推车、平板车功能的2-in-1手推车，配备了折叠式设计，便于存放携带。手推车载重70公斤。平台则有137公斤，和平时常见的手推车相比更轻巧，现在卖69.99元。
洗车同时为汽车表面提供保护和光泽的液体，安全去除车辆表面的污垢，注入高光泽蜡聚合物，提供镜面般的光泽，含有菠萝椰子的清新香味。这一瓶 3.78 升现在卖19.99元。能胜任不同涂抹的油漆刷套装，具有柔软弹性和吸水性好的特点，有效力涂抹各种涂料颜料，包含多种尺寸和形状的刷子。这一组八个，原价19.99元减5元后，现价14.99元。高性能电动工具组合的冲击电钻，具有强大的动力和高效的工作性能，适用于钻孔、锤击和螺丝拧紧等多种工作，包括冲击钻和附件等多种工具。这一组两套，原价299.99元减60元后，现价239.99元。有效中和消除家庭异味的空气清新剂，能够快速驱除异味，同时释放持久的清新香气，为家居环境带来宜人的氛围。这一组四种香味，原价13.99元减3元后，现价10.99元。提供室内持久香薰气氛的插电式精油，由一个插电装置和一个含有香薰精油的玻璃瓶组成，插入电源后，香薰精油加热后释放出香气，带来舒适愉悦的居家体验，每瓶可享受60天的香气。这一套有两个香薰插座，7瓶精油，原价23.99元减5元后，现价18.99元。眼科医生推荐的去红消肿眼药水，能够快速缓解眼部充血和疲劳感，使眼睛看起来更加明亮清爽，1分钟内生效，可持续长达8小时，不会引起刺激不适感。这一组2瓶，现在卖36.99元。好，这期就介绍到这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，欢迎新朋友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